好，谢谢大家，谢谢下班。审议案二，案由北投区新生街五号、七号民众提报案件列册追踪审议案。本案依据文字法第十四条同款施行细则第十五、十六条办理。案系108年8月民众提报北投区新生街五号、七号两栋建物。查该建物原为 AIT 招待所，非列册建物。本局遂依文字法第十四条规定办理列册追踪审查会勘。建物基本资料：地址台北市北投区新生街五号、七号。坐落土地湖山道三桥段237/242/1地号为室有，管理单位为本府公务局公灯管理处、台北市公共运输处。233/1240/241地号为国有，管理单位为国有财产署。242/242/2地号为美国政府所有，管理单位为美国在台协会，总共7笔土地。建物新生街五号为美国政府所有，管理单位为美国在台协会。新生街七号为国有，管理单位为国有财产署。本局108年9月27号邀集李前朗委员、刘淑英委员、詹天雄委员请假，办理列册追踪审查会勘，结论列以。依委员意见综合评估后予以列册追踪，委员意见摘要如下：一、部分墙体有缺损，但整体建物仍可见到当初之格局，融合日式、洋式现代主义及日本庭园，有石灯笼，为景观极佳之山区别墅建筑，品质足可列册。整体二、简体建筑样式原为日式建筑之书院造样式。建物及庭院景观具保存价值，具在利用潜力，建议列册追踪。这是本案的地级地形图。红色框框部分为建物本体的范围。然后这个是新生街五号的现况照片，这个是新生街七号的现况照片，然后这是有关于石塔、石灯笼烟囱的现况照片。拟办。一、提请同意北投区新生街五号、七号维持列册追踪。二、本案提请本审议会审议，并依审议决议办理后续。以上。好，谢谢。有要说明的是，你们要说明供应处 AIP 是吧？有没有补充说明？都没有。好，来各位委员来，请各位。这个房子我不是委员，是我在过年前刚好魏延武先生来台湾的时候，我们陪他去看过的这一块。那现在的管理单位是 AIT， 我觉得除了列册追踪之外，我觉得 AIT 有责任去维护它。我们进去看的时候都是塌下来的，而且是越来越糟糕。所以我觉得我们文化局应该要针对 AIT 行文说。他有义务、有责任去维护他，不然我们列册追踪，那他可能到了再过几年，他就倒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列册追踪的精神，一定要这样做。好，上。好，来请。我是那个列册追踪现在的条件哦，就是不管是不要说是美国人啊，我们自己国人也一样。其实列册的追踪，他并没有维护的。因为你也没有免税，其实这个是我们一直跟文化部有反映，其实列册追踪它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哦，所以它就是一个列册追踪。对，那第二件事哦，就是它非所有权人提报的话，哦，那有三种角度，原则上大概大致上第一次都会把它列册追踪，然后再花半年时间跟所有权人去谈。半年后再进入审理，他会比较不是那么强烈。好，跟老师报告。好，各位委员还有其他意见？今天 AIT 有到场吗？刚刚那个委员提到的 AIT 要不要说明一下？不用说明。好，如果没有的话，各位就看到审议的单子里面，这审议单里面有三个哦。一个是持续列册，一个是进入指定或登录程序审查程序，第三个才是解除列管，三选一是吧？
所以第一个跟第二个强度，第二个是进入指令或登录程序的。各位看到一下，不要说我们，再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要急，不要急，我还想。那个结尾要补充。我想我们要进入指定或登录的程序的话，它必须要有很充分的一个背景资料。我们现手头上没有背景资料，所以我想其实顶多我们在实习毕业生，但是希望就是实习毕业生以后就要开始准备一些资料。没错，刚刚回头讲可能半年内就要启动这个，对，否则的话就没有这个毕业生的资料。另外一个，因为这个地方非常靠近草山的青岛，它跟草山的地方几乎是同一个地区，所以我们看今天这个。这个五费以后，这个今天这个提出黄色的，上去人很多，这个阳明山现在上去是观光的客越来越多，所以如果把这块好好去，朝阳情况我们刚刚才整理好，整理好如果是能够把这块去做好，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好，还有一些吗？好，如果没钱，我们就把这个整一张截一下。本案哈，本案这个出席委员当时七位，现在16位，有一位委员直接离席了哈。好，那16位出席委员经过投票，出席委员13位同意，那么持续列车，那3位同意进入指定或登录审查，所以我们同意。持续列册的达委员的过半数，所以本案持续列册。好，进行下一案。审议案三案由中正区阮林街42号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
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十七、十八条，古迹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补助办法办理。本案建物中正区园林街四十二号，建物坐落土地为中正区城中段二小段302303D号，建物为同小段的488建号，土地建物的所有权皆为私有。那本案的所有权人是委由胡仁抓建筑师事务所向本局函询基地是否涉及文字议题。那经查，本案建物是列册建物，所以本局在2008年12月9日的时候召开自行普查建物的现场会刊。会刊结论，现刊委员一致同意启动文化资产价值审查程序。那本局却秉职权于2009年2月6日邀集文资委员，詹天权委员、李前朗委员、戴宝春委员、李富国委员、刘淑英委员召开本案的文化资产价值审查，保存价值文化资产的专案小组会刊。那结论略已，初步认定具文化资产保存价值，本专案小组意见或需提送本审议会参考。本案专案小组委员意见摘要如下：一、园林街为清代淡水县衙门之前街道。日治初期改为商店街，1912年因大洪水全街改建。本建物推测为1912至1917年之间所建，在城内地区已属较少的街屋。那本区域为城内地区市街发展的重要区块，建物堪为历史风貌之见证。二、建物为一砍一落一过水之三层楼店屋规格，立面为四柱山窗，贴白色面砖，内有虎狗。三、本建物为日治时期为著名料理店，无闻，其店主早川氏亦为当时重要的商业人士，故本建物亦是日人在台商业交际活动重要的见证。四、内部虽已改建，但立面仍存，可修复之，具文化资产价值。那补充资料，详附件五有会刊的照片，还有附件六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那这张图面上地级图蓝色框线框出来的就是建物坐落的土地范围，302跟303D号。地级地形图的部分框线为建物坐落的土地范围。现刊照片，这是建物的外观。那就是帆布上面写的永安两个字的这一栋。那就是框起来的这个部分，以及它跟旁边建物的关系。那接下来是建物的内部照片。虎拱的部分。好，那这是建物它内部一楼现况的照片，作为商店使用。接下来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基本资料，位置是台北市中正区园林街42号，坐落土地中正区城中段二小段302303D号，建号是同小段488建号，创建年期1912到1917年，土地跟建物的所有权为私有，位于第四种商业区，商业使用。那所有权的保存意愿是有意愿。那2009年2月6日召开专案小组现场会刊，结论，园林街42号专案小组委员初步认定具有文化资产保存价值，那五位委员皆是认为具有历史建筑的价值。那依文资法的规定，未来文化资产应由所有人、管理人、所有人予以管理维护，倘登录为文化资产，未来由所有权人管理维护。登录范围的影响，本案建物目前是作为店家使用，倘登录为文化资产，不影响该使用功能。那后续建筑本体如果涉及修复或再利用，则依需文化资产保存法规定提送计划文化局审查。那本案倘登录为文化资产，基地周边相关的营建工程和开发行为，且符合文资法施行细则第22条范围者，则需依文资法第34条规定办理。拟办，拟请同意登录中正区园林街42号为历史建筑。名称园林街42号店屋，种类商店，位置跟地址台北市中正区园林街42号。历史建筑及其所定着土地范围之面积及地号。历史建筑本体为园林街42号建筑本体，建物为中正区城中段二小段488建号，建物总面积为209.05平方公尺。
建筑物坐落土地为中正区城中段二小段302D号及303D号。302D号18平方公尺，303面积60平方公尺，2笔土地，实际保存面积需以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主。登录理由及其法令依据：一、园林街为清代淡水县衙门前街道，日治初期改为商店街，为城内地区市街发展重要的区块，见证台北城内市街发展，具都市发展活力之历史价值。二、建物约建于1912至1917年间，为一坎一落一过水之三层楼殿屋，立面为四柱山窗，贴白色面砖，内有壶拱，在城内地区已属较少之街屋，具保存价值。三、本建物于日治时期为著名料理店余温，其店主早川氏亦为当时商业重要人士，本建物为日人在台商业交际活动重要见证。四、符合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辅助办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二、第三款登录基准。本案提请本审议会审议，第一审议决议办后续。好，谢谢。那建筑师事务所这边洪小姐，好，是不是要代表发言吗？开始。就是说，事务所这边得到的业主的讯息是说，就是以文化局的审核为意见啊，那日后的修复或者就配合办理，就这样子。谢谢。好，谢谢。今天到场的施先生嘛，哈、哦，是地主吧？是啊。是哈、哦，谢谢啊。我看这个也非常支持，这个有提到说有意愿来登录嘛，哈、哦，有意愿，没什么问题。这房子是很老的。很老了啊。好。应该是有说能够为这个历史或者建筑上做点好事哦，不会是蛮有意义的。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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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好，那如果有意见，我们就填啊审议单哈，因为五位委员都是看过的嘛哈，大概都有表达意见哈，请各位填审议单。另外那个是施丽颖小姐嘛，啊，啊，女儿，好，谢谢两位都这么支持，哦，是，OK， 因为现在看起来就像女儿一样，所以你说你们会相信的，我会相信，哦，好，谢谢，我是建议我们古迹是不是也投一下，好，因为。像下次有人又说这个要来送古迹，那我们又要再重启一次，是不是我们一次就把这个很明确的？老师，这个跟委员报告一下啊，私有的哦，古迹跟利建有差别，古迹可以容积一段，那利建的话哦，可以容积条块，但是它会有一些差异。那我就想请问施先生，你知不知道古迹跟利建的差别？请坐，请坐。并不知道。并不知道，但是我想是说，只要对我不是伤害很大，我都愿意为这历史身上保留一点文物或建筑。好，好，谢谢。我们刚有委员提到说也要填这个古迹，就我也有表达哈。那大家同意吗？
好，如果同意的话，大家也填一下，好不好？就是说，我们等一下就分开处理啊。我们先会先处理这个依序啊，我们先看这个历史建筑的情况。那各位可以填一下好了哈，既然有人提出建议，就填一下。所以它上面对里面的内部都已经改了，所以它最有价值它的地面。好，谢谢谢委员给我们啊补充意见啊，像这个有实地去过了解的情况，让大家进一步知道说这个状况啊。好，谢谢。好，谢谢。来，各位啊，委员好，我们本案哈，园林街42号啊，文化资产价值的审议。刚才哈，这个各位投票出席委员17位，17位都同意登录为历史建筑啊，所以达过半数，所以同意登录为历史建筑。那我们刚刚也投了这个古迹哈。出席委员2位同意指定为古迹，15位不同意指定为古迹，所以未达出席委员的过半数，因此本案决议同意登录为历史建筑。好，谢谢。下一案。第案是案由中正区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宝庆院区副工会小白宫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本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0、48条、《古迹指定及对质审查办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对质审查及补助办法》办理。办理情形一：本案建物位于中正区长沙街1-27号，所有权为国有，管理单位为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建物坐落中正区城中段3小段17地号土地，该地号范围内之文化资产由直辖市定古迹妇联总会及分学堂移购。本案建物位于承接地号之东北隅，建物无登记。台湾台北地方法院会办理本案建物整修工程，因建物已届50年，108年5月17日简送资料，函请本局办理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本局顺依文字法第15条并秉职权，依同法第14条办理现刊。本局108年6月18日办理现刊，出席委员有王慧君委员等3位委员。因委员对本案结果尚无共识，108年8月1号续邀文资委员李千章委员等3位委员办理现刊。会议结论认，委员评估结果为具文化资产价值潜力，建议启动文化资产审查程序。呈上本局遂秉职权启动文化资产价值审查程序。108年10月31日邀请文资委员、缺勤委员等5位委员召开文化资产价值审查专案小组现场会刊。会刊结果，1位委员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3位委员认定不具文化资产价值。依会刊结论，本专案小组意见续送本审议会审议参考。108年10月31日专案小组委员意见摘要如下：一、所有权人愿意配合做适度保存再利用，符合历史建筑登录遗址。二、为妇联会后期不同时期所增建。三、格局一般，文资价值不高。四、为50年代常见之建筑形式，外观单纯，特殊性不足。那本案文资评估报告经委员赏参附件。那本案的地级地形图，那蓝色框框是为本案的建物位置，然后它附近有直辖市古迹妇联总会。
那这是本案的基地航照图。那这是现那会刊当天的现况的外观照片。那这是建物的内部照片。然后右边有一张是屋顶航架的照片。那本案文字评估报告基本资料，请委员参阅。价值分析，本局于108年10月31日召开专案小组现场勘查，专案小组委员一位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三位委员认定不具文化资产价值。三文化资产价值建议，建议不指定古迹，不登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有土地及建物所有权人依相关规定办理。拟办一，拟请同意一专案小组委员建议，中正区台湾台北地方法院保信院区复工会小白宫，不具文化资产保存价值，不指定古迹，不登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二，本案建物位置原为清代藩学堂，后续工程如涉及地下开挖，应提送视觉计划送本局审查。三，本案提起本审议会审议，并一审议决议办理后续。以上报告。好，谢谢。出席的我们地方法院有两位出席啊，林先生跟李先生啊，要不要表达？来，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哈、哦。好，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来，请那个许过委。因为我那时候是念北一女啊，我们经常会去那里。那时候还那个教官带我们去看他们做什么东西，所以不是我觉得这个。这报告里面只看到建筑物，没有看到那个事件。就在那个年代啊，这些建筑物它扮演什么角色？就像刚才谈那个人的问题，那反而这个 project 没有谈到人事物，我觉得是还是不足的地方。虽然看建筑物好像已经破烂就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它在整个台湾的现代化过程里面，在那个年代是很重要。虽然现在妇联会被欺负了，应该这样讲。可是我觉得事实应该要反映出来。但是我觉得这一块好像是缺的，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可能现在没有办法从外表去判定它的价值。以上。好，好，来请说明。那个跟老师说明啊，其实他妇联会的部分前面还有留一栋那个是。那这一栋有，但是以建筑形态来讲，大概就最漂亮的是它那个屋顶的结构。所以当天在讨论的时候，其实它里面还有留一些那个我们讲工作会的东西啊，但是它都不是很多，就从那个门牌啊。那它现在最漂亮的就是它的屋顶，所以当时有一些争论就是在留与不留之间。那我们看不留的委员。就是去现场不留委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样报告其实没有讨论到，我们也大概知道那一栋的故事。好，各位有没有其他意见？再来一个修委。今天有这个代表，有没有？因为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你们跟我们